是喵小千。上一集打掉了那个超级大巨婴，今天来到这个皇宫，怎么这么前面就有人开锁？皇宫戒备也太森严了，还很远呢。搞啥？皇宫这边是三个宝藏，赛璐，好了好了，别再啄他了，我需要你。还有亚历山大墓，这个已经说过了。托拉米，把托拉米有没有在里面的托拉米？再出去就海了。很漂亮哎，那个远景，看还有金字塔，还有城市。我觉得等一下再进去啊，这个近的我们可以先把它捡起来。虽然有两个红骷髅，先到旁边。沙超之，希望之光，在卡塔拉洼地唯一没有干旱与悲伤的地方，伴随黎明的第一道光，山谷入口附近有棵树扎根在拉的荣光与阿波菲斯的阴影之间。到那找到我，但你动作得快。拉的脚步毫不迟疑。好啊，对，是从这个红骷髅手上偷的我的宝藏。我觉得应该可以用射箭的方式，就是可能引他们过来，让他们觉得我在这，不要浪费我的狙击箭，射箭引诱一般箭就够了。我就是我，来啊，来追我，来啊！再多射几箭吗？他不上来、啊。从另外一边绕下去。什么？可恶，他跑过来跳，他也没有办法控制他血。怎么办？哎呦，还有另外一只，看起来一副队长脸的。看来要得再射箭了。我在这。哦吼吼吼吼吼！好痛啊！一箭就快死了。对对对，去那边抓我，去吧去吧。应该
可以哦。快快快快快！快啊！别再跳了，宝藏我来了！落地落地！到手。另外这个之后再截图看。船长的日志。我们三列桨作战船的坚固性能是我们的骄傲。眼前这座海盗的船，他们有很多船已经沉没了。我们用来造船的塞浦路斯柏树木材是最坚固的木材，但从西塞罗的儿子成为统治者之后，我们不像往常拥有稳定的货源，至少我们还有足够的储备量，能在需要时建造更多的船只。Wait a second. 啊，错了错了错了，成功。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Born ready. 王宫这边虽然不是骷髅，但一箭射不死。当狙击没有办法秒杀的时候，可能就代表要该换了。希望打到新的弓啊！我觉得好难探索哦，一边杀进去啊！啊！好险！啊，上一集我原本是要讲就是希腊人跟罗马人的冲突，不小心变成托勒密王国的历史了。那我们这集就来补说一下吧。作为一个希腊人建立的王国，希腊人在这里拥有了比较多的特权，他们是希腊城市的公民，拥有自治权。他们遵守希腊的法律，受希腊的教育，也受希腊法庭审判。埃及人则遵守埃及的法律跟埃及的法庭。当两方冲突时，会有特别的法庭来解决纷争。在这样分开处理的社会规则下，在这里的希腊人瞧不起埃及人，认为自己比较高尚，对埃及文化不感兴趣，而埃及人也不想知道希腊人在干嘛。大多的时候就各过各的，时间久了，在比较乡村的地区才开始出现一些通婚，还有互相接纳。少数埃及人也有机会进入政府单位，担任比较低阶的职务。我觉得这个现象还蛮妙的，希腊人模仿了埃及的体制，建立不给埃及人担任要职的希腊政府。国家对埃及人扣了很多的税，包含土地、房屋、家禽、牲畜、奴隶、人头、继承、交易、交通，还有很多物品跟活动也都要扣税的，大多用金钱来支付。如果支付不出来的话，就会变成国有奴隶，奴隶们就负责修水坝、开运河，有时也会去当农民，或是成为神庙的奴隶。除了税之外，国王还将矿产、盐、酒、香料、玻璃、陶器都收为国营专卖。葡萄酒双耳瓶有多赚，我们之前马瑞提斯湖周边产业才提过。常年的战争费用都是埃及本土的人民在支付着，希腊移民负责享受商业带来的大量利益。靠着托勒密王国对埃及本土信仰的包容，安抚人民，同时神格化自己，才让统治得以持续。就算如此，仍发生过多起的人民起义，但顶多就是换个托勒密当法老，没有办法完全推翻这个神权王国。我想我们应该还会面临许多埃及跟希腊冲突的任务吧。第一个，我帮了那个被假结婚的希腊人，后来我帮了被陷害的埃及人，有一种巴耶克的正义的感觉。真的能这么顺利当正义的使者吗？继续玩就知道了。
跑。他们是不是有弓箭？在被赛奴干扰。觉得人就变多了，刚刚死的又要冒出新的。我寻找机会跳，跳第二只，好。Hey. No. Stop him. 被抓到。Hey.没看到那边有人啊！抢上来不少，两个。三个，或许我们可以沿着墙进攻。哇，这下面有人，我有箭筒。快攻！快快快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他刚？他刚刚不是？快死了吗？呼！先提着你，再提着你。下去下去。我好像有被他看到一下，等一下过来我就把他给来啊来啊。没来就我来。进去，宝藏就近在眼前了，密道没有，却隔着一道墙，前面还有两个士兵。怎么没有标到？标一下。注意到，到了他背后，完，又来一个，没标到的，没标到的，落网之鱼太多了吧？你们怎么都往我这边走啊？这样我怎么？没机会偷杀了，又一个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怀念以前的鹰眼，可以一直扫描。虽然赛奴也蛮好玩的，就是使用上
没有这么方便。这边看起来是要通过，有困难了。有把沙，不然刚刚正面的守卫已经解决掉，我们从正面。等一下，对啊，我们要聚集在这，看能不能杀一个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趁他们聚集的时候，我赶快从正门进去。吃我的转角大法。Yes! 第二箱。还有一个。朝这边来，没有他走过去。从哪里进去比较好？好像没有任何守卫了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哈，成功！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吧。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、留言、分享出去。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和直播哦。还有 FB 的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